您的偶像蔡国庆。谢谢你的夸赞，你的夸赞让我兴奋激动，你的说唱实在是棒啊，棒棒棒，我无话可说。谢谢国庆大哥，我也知道能够希望成为您的学生，也跟您学学声乐，只是因为唱的五音不清才学说唱。拿起麦唱了十年的感觉，冰冰姐，我们都是来自八零，这是不后悔的骄傲，八零一代您的骄傲还有什么样的值得传唱出来？八零到底什么，什么是八零？豪门，豪门，我不嫁豪门。我为什么不嫁豪门？因为我要的是豪门里的那个人。这就是八零的思想，绝